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志工早会，我是李伟荣。今天是8月30号礼拜一，每年的八月是台风的旺季，在大西洋地区现在也有两个台风接续侵袭美洲地区，特别是第一个诺拉飓风，它目前已经在墨西哥的西岸，而这一个热带风暴诺拉，它已经增强为飓风，在29号就已经带来强风大雨，而接下来也将会扫过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当局也开始警告，可能会造成当地有土石流的灾情。政府也呼吁沿海的地区居民要提高警备，而也预防飓风来袭。路易斯安那州也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预计也在美国，就是在昨天29号的时间就会登陆美国地区。而这样子的一个路径，就好像16年前的卡崔娜台风，当时的卡崔娜是5级的飓风，也严重侵袭了路易斯安那州，造成重大的灾情，当时也超过1800人死亡。所以这一波的台风真的是相当的严重。而我们也看到，除了在诺拉飓风侵袭美洲地区，紧接着还有一个，也就是艾达飓风，它28号才刚侵袭完古巴，在对古巴造成强烈的影响，所有的树木连根拔起，屋顶也被掀翻了。而在29号地区，也直接扑向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也造成大规模的停电、淹水，也可能有龙卷风。总统拜登也赶快签署了紧急状态，纽奥良也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散。而艾达台风，它是4级，也就是相当于台湾的强烈台风。这一波也是可能是路易斯安那州150年来最大的风暴之一。而总统也赶快发出了警告，请大家也赶快要做好防台的一个措施。而我们也看到，除了天灾无情，我们的疫情也是一样，到目前为止还是没办法消弭。截至到目前为止，全球染疫的人数也超过2亿1000万人。美国的慈济人也是一样，在地守护，像是在南加州的慈济志工，也赶快到了医院去送了，不管是洗手液还是口罩。特别是接下来9月就要开始开学了，美国的志工也赶快在校门口分发洗手液以及口罩，彼此提醒，真的就是不要去倾泻、松懈掉了。面对这一波的灾难以及天灾，上人时常说，灾难已临头，我们的觉悟更要抬头。现在就让我们用恭敬的心，一起来聆听这一段上人开示。我们看到了人世间呐，的确呢，四大不调啊，人间高级了哈。那真正的像现在，大家要提高警觉，觉悟要抬头啦，看见呐。气候不调，这种水火风啊，多少的国家今天的此时刻，他们啊已经在风雨中很紧张，风大雨大呀，这是在这大西洋洲啊，今年算来呢是第4号的季风艾达，已经不断在升级升级，这已经靠近了，快要登陆了。他们现在都在很紧张哦，这是世间祸水洪灾，美国的火灾还没有扑熄，那其他的国家
水火风也不断的生长，这就是呢人世间呐，真是不安全呐。雪龙啊，医师院长护士，我们呢仁医会啦，也在线上啊，彼此来分享了他们这一段的医疗情况，大家同样都是惶惶不安。慈济人呐、啊，在雪龙展现出了那一份慈济情、慈爱。他们呐、啊，慈济人。大家很自动的关怀，为当地啦、啊、几个医院、几十个医院呐、啊，在这慈济人大家呢这样的关怀，送去了医疗需要用的，对生命、呼吸有关的。器械预防对医护人员预防的工具等等啊，尽最重哦，他们呢都是很诚爱诚之志啊，开阔了这个大爱啦，大家呢用爱安呢送去了、啊、许多的、许多的这种有关医疗器械、防护工具。看到慈济人的这一份呐、啊，大爱无边呐、啊，这份普及付出，我真的很赞叹。病毒无情。人间有爱，我们看到马来西亚这一波的疫情，截至到目前为止，染疫的人数也超过170万人，也有16万人因为这一波疫情而往生的。特别是从8月开始，马来西亚单日确诊的人数就超过2万人，这样子的速度增长真的是相当的惊人，也是破纪录了，平均20人就有一位确诊了。而重症的人数每一天也超过1000人，单日死亡也有23人。透过这样子的疫情，在去年的时候，马来西亚的人只要确诊，他们就可以马上进到医院。可是今年确诊之后，他们就没有空位，所以这一波的疫情让当地的政府措手不及，医疗系统完全没办法负荷，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身心就是疲惫了。而透过这一波的疫情之下，慈济人也开始扮演了不请之师，赶快到了当地去运送了呼吸器等等的医疗设备。而也看到马来西亚的一位慈济志工，他也看到真的这么多的人都没有医疗设备可以用，就发起了101善。101善，他所谓就是每一天，是不是我们就每一个人来捐10.13毛的马来西亚币。他透过这样子的呼吁，就第一天之后，在网络上就有1000多人赶快去分享他的善行，而在3天之后，也超过有34万人也响应了1013这样子的一个运动。真的，每一个人只要捐出一点点的自己的费用，就可以帮助这么多人，这么多的病患有了专业的医疗设施可以来使用。现在就让我们透过新闻画面一起来看马来西亚1013一人一善的温馨报道。当医院的呼吸机不够的时候，来到这里的时候深呼吸都是深呼吸不到的，所以呢，当很多病人一下子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没办法，就要等每个病人就要排着去等。由慈济捐助的10台呼吸机送达国大医院，这就是一人一善的力量。来得及，因为下个星期会很多，我很担心。什么？打另一个，另一个。
一万个一人一扇等于一台呼吸机，集合万人之力，一人一扇抢救生命。如果是需要立刻插管的话，我们有刚刚好就是这个捐款呢，就把我们这个病人呢直接就从在一分钟两分钟里面就抢救到了。这些材具是很珍贵的，在时候因为在这个疫情呢，每一个医院都需要这种材具，所以要得到这个材具呢真的是难上加难。它是一个救命的材具，救很多很多的命。那就是希望的这个来自全马人民的爱呢，会成为一股对前线医疗的支持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啊，一起来守护生命。谢谢你们，在我们最重要最危险的时候来送上了这份爱心啊，希望你们这个活动呢，把这个捐款捐出来的时候呢，帮这个医院的时候，其实你们是帮着回我们自己的社会和社区，这是一种大爱的很大爱的一个行动。你的好米，相当感动的一个力量，只要一万人汇聚起来，就可以成就一台呼吸器，就可以让一个人的呼吸有救了。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波疫情，雪荣分会他们也发动了一个 Food Care 社区关怀的计划，透过粮食的发放，让每一个人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来领取到这一份物资。因为这一波疫情，很多人也失业了，没有工作，也没有粮食可以来使用，所以雪荣志工就在他们当地的每一个社区道场，或是在环保站，就赶紧去汇集所有人的爱心，把所有的粮食都汇聚到我们的会所里来，就让有需要的人就可以赶紧来去领取。而我们也透过发放物资之外，我们也一起来劝述、推述，也一起来响应竹筒岁月，来汇聚每一个人的爱心，继续来延续这一份助人的力量。而我们也看到马来西亚他们在沙登也是继续来关怀社区的民众，像是他们的失业率真的是居高不下，他们到沙登发放了粮食蔬菜给有需要的家庭，协助他们度过眼前的难关，就这样子亲帮亲，邻帮邻，甚至有人他身体生障走不出来，慈济人就赶快送到他的家里面去。特别是有一则很温馨的报道，有一个小朋友跟他的妈妈领到大米之后，他就在睡觉的时候，他就抱着这一包的大米，这样子安详的、很安心的睡着了。因为他知道明天起来这一包大米他就可以来享用，也就是他活命很重要的粮食。所以透过雪荣他这样子 Food Care 的计划，也成功让当地真的有饥饿的人就是有饭可以吃了。而现在也回到台湾，除了这样子的一个弱势族群，特别是在暑期这两个月，很多弱势的学生他都没有办法有受教育的机会，慈济也为了缩短这一个的数位落差，赶紧也透过了线上办学的一个活动，让每一位有需要的学生，我们也赶快透过线上办学的方式，让他们在学业这一块也是可以无缝接轨。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一段线上办读趣的新闻故事。国中刚毕业的怡婷是家里的主厨，天黑之前她必须煮好全家人的晚餐。大概差不多国小毕业那个时候就开始学。整理家务身手利落，她是妹妹的偶像。姐姐煮菜煮饭很厉害，好可爱。我晚上会来找你。我不要。我可以不要吗？不要忙，外面我们没有空啊，而是他帮忙我，对啊。好香啊！暑假最大任务，照顾五岁妹妹和高龄奶奶。阿妈她脚受伤才，晚上都在睡在地上。白天的话，如果有人叫我打扫，我要去打扫，一个小时100块呀，我去做啊。啊，下午晚餐我会来，她煮好了。忙完所有家务之后，是怡婷最珍惜的独处时光。好的，大家又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上课喽。现在不能出门。对，大
但是还是有的感觉，就跟学校上课差不多耶。那这一周的你是水资源？毕业之后啊，我就没有在看书啊。然后大姐姐他们就是教我们一些观念。然后我们有个报告的功能吧。我比较喜欢我就是每一天都有，因为不想做事情，煮菜煮得很累哦。对。夜晚，他终于可以暂时卸下照顾老小的重责大任，和网络教室里的大姐姐以及同龄学伴互动。只有在这个时刻，他才是被关心的主角。我们看到了慈济基金会跟 Pagemo 线上教育平台推动的青年线上办学去，就在暑期将近八个礼拜的时间，也有800多位的大学生陪伴了2000多位的弱势家庭学童，在暑期的期间，在家里只要孩童打开电脑，他们就可以跟我们的大学伴一起来互动，以及来学习我们人文的教育理念。而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力，真的我们期待让弱势的学童他们的学习力在暑假不要流失，更是要精进他们的人力。而我们除了这样子线上办学去，有一些孩童他在家里他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脑可以使用，慈济基金会也赶快运送了大约将近5000台的电脑给有需要的孩童，让他们真正在教育上可以减少数位落差。而这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线上的教室里面，很多学生也一直提到说，我好希望是不是我们可以继续这样子的一个线上学习的方式，就不想要去学校读书了，真的是很可爱的小朋友这样子来分享。而我们也透过专家一起来统计，透过这两个月的期间，这一些小朋友原本他们在回答这些问题，他们的答题率或对的比例原本只有40%，而最后再透过这些大学伴教导他们之后，也提升了5%，也就是45%。所以也证明这一波的线上办学去真的对这一群弱势族群有很大的功效。所以也透过所有的大学伴以及我们老师队伍的陪伴之下，真的让这一群的新兴学子在暑期期间也度过一个非常充实的暑期生活。现在也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上人开示。在这个时候，很多的学校学生总是呢停课，但是不能停学。这个时候让学生如何停课而不停学呢？一定啊，要有发挥社会的爱，可以呢让孩子们他能学，继续呢可以学。虽然学校停课，但是孩子的学习不能断。要如何让它不断呢？好在科技发达，现在可以远距离的教学，也可以呢线上学习。现在的孩子很聪明，他们接触这样的现代的科技教学，难不倒他们。只要你有工具给他，他就会去上线去学习。但是呢，家庭比较清寒穷困的，那孩子不能上学，家里呢又没有工具，那不就是断课断学吗？所以慈济人啊，国内外都是一样，如何呢去让孩子停课不断学，让他呢还是可以继续学习。
所以都是呢要给他们的工具啊。我们的慈济人呐、啊，很贴心，菩萨心，父母心啊，天下孩子都是我们的至亲孩子，所以看到了蓝天白云呐、啊，他们不喜风雨，滴落大雨啦。他们呐、啊，也是冒着雨，搬着仪器，走在雨中。他们也到了清寒家庭去，帮他们呐、啊、拉线呐、啊，帮他们找位置啊，没有桌子的送桌子。电脑到了他的家，放在哪里呀、啊？就要帮他们呢，室内就是等于帮他们装修一下，电线拉好，放电脑的位置放好，让孩子们呐、啊、可以呢有一个稳定位置，安心学习。这种的家庭不少，这样的慈济人呐、啊、也是很多。所以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呐、啊，我的内心总是这样的不由自己的。感恩呐、啊，好在有慈济人。感恩慈济志工用心用爱陪伴。这一波疫情，也就是大灾教育，我们看到这样子的线上青年办学去，由老师以及年轻人来承担。而在上个礼拜，也有来自教师联谊会以及慈济大专青年的菩萨一起回到精舍，来跟上人温馨座谈。上人更期许年轻人就是要成为社会的栋梁，而老师更要成为典范，再去联络他们的学生，以及有当老师的赶快再去教导他们如何当一位良师以及菩萨。透过这一波疫情，真的期待更多美善的力量可以围绕在全世界，让这一波疫情早日消弭。志工早会，感恩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